嘅宇宙即由大爆炸产生，第一批行星出现，形成我哋嘅银河系。其中某啲行星经历超新星爆发，形成大量星云，当中包括日后成为太阳系嘅原行星云。That reached 15 million degrees. The sun is formed. 部分星云继续在年轻恒星周围形成吸积团，积聚成炽热的原行星。经历长时间凝聚和冷却后，演化成行星，包括我们的地球。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个神秘幻变的生命体，它就是住在海洋奇观里面的守护精灵 Animal。
不如在这个时候回想一下我们所拥有的想要珍惜的未来想保护的和大自然带给我们美丽的静静的享受这一刻。
巨星 Animal 啦。我想，他是时候休息了。